是个大喜的日子，重要的日子。大姐夫，哎，忙活怎么样了？忙活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哎哎哎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拿萝卜雕了个雷峰塔。啊，雕雷峰塔干什么？咦，这不是红烧泥鳅吗？得拿雷峰塔压着它。大姐夫挺有意思，你怎么的？你怕这泥鳅跑了啊？不是不是，这雷峰塔底下镇的是白蛇呀。我知道啊，咱不是没蛇吗？啊，拿泥鳅代替，没事儿、啊，我把泥鳅接起来了，显得长。行、啊，大姐夫创意不错。哎哎，今天我请你当厨子，我请对了。你还说呢，差点没累死我。怎么了？说你也是的，人家那么大老板来家里边吃饭干什么呀？你把人家请到外边大饭店吃多好。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家宴，哎，是老板最高规格的款待。哦，王总什么人啊？啊，身家几十个亿呀、啊，能到咱们家吃顿饭，这说明我们的关系到了，到头了，到头了。哎，到位了啊！到位了，到位了，到位了。嗯，好好干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让你白干。嗯，我跟王总是有项目，今天这个项目要是成了，咱们家这房子啊，我能得三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是呀，哎，咱们家一共三家人，到时候一家分一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分家。说话我就不爱听，就没你的。你看你跟你开玩笑呢，到时候朝向好的分我一套啊！好好干，肯定有你的。哎哎，等会儿先，咱别忙啊，一会儿王总就来了。啊、我交代你那个规矩，你都记住没有？我记着了，你说一遍。多敬酒，少说话。你就别说话。行行行，不说话。不会说话。来了来了，迎宾。哎，好的，迎宾。你放心，你来喽，来喽来喽。哎呀！哎呀！王总啊，哎呀，小钱儿，哎呦呦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哎呦，小钱儿啊，你家这房子不错呀、啊！哎呦，我这房子啊，我这房子呀、啊嗯，是这么回事儿、哦。哦，不用我介绍、啊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，这房子的首付是。是，来请进吧。好好好，请进吧，王总、啊。这项目要成了，我这小钱儿可就变大钱儿了。这话说得很实在嘛。这是，哦，这是我大姐夫，哦，大姐夫好，自家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哟哟哟哟，挺丰盛嘛这，是是是，王总啊，啊，这一桌子菜啊，我大姐夫忙活的，不是，大姐夫，啊，别老光摆手，你打个招呼啊。说话呀、啊！说话，王总啊，真的是太欢迎了！好好好，王总您快坐，嗯，我都听顺风介绍了啊，说你们两个人吧，不，你应该是帮衬着顺风，哎，关照他啊。是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妹夫老有才了啊，真是高兴您到家里来吃啊。家里反正也没啥东西，我呢都是外面买的哦，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您放心，家里就吃个实在，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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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吃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实实在在的。哎，说得很好嘛。在家吃饭可不就得实实在在的，哦，哦对对对，嗯，那行，嗯，哎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、王总啊，好、啊，哎呀，光临寒舍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敬敬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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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这刀工不错呀，啊，这雕的是个狼牙棒吧？不是，王总，这个不是狼牙棒啊，这是，这还真是个狼牙棒，就是狼牙棒吧。哎呀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回敬一杯，我回敬一杯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好好来，哎哎，
感谢啊！哎哎，干了！哎呦呦呦呦呦，喝喝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，干了！这养鱼呢？不是王总，我这个人呢不胜酒力啊，我是想多喝点，但是我没那个技术。喝酒要什么技术啊？啊，喝酒要的是肚子。不是，是，哎呀。别给我倒了，你给我这儿。别给我倒，你这不满。知道你。哦，王总，嗯，是这样啊，嗯，这个我带我妹夫敬您一杯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敬你一杯啊。哎哎哎，等会儿，你敬王总怎么能用那个呢？啊，我用碗，我用碗。好好好好，行吧，王总啊。初次跟您见面啊，嗯，欢迎您到家里来。好好好，我代表顺丰敬您一杯。好的。王总啊，家里边呢也没啥好菜啊，我再敬您第二杯。好的。来吧，狼牙棒掉的不好，像个雷峰塔，我自罚一杯。大姐夫海量啊，他行，我必须追一杯。哎呀，哎呀，王总爽快点啊！好，王总，哎，爽快点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嗯，哎呀，太好了。行了行了，倒上酒，嗯，行了啊，大姐夫。哎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啊，哎，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。哎，妹妹，他还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我出去想想。来，王总，问完我了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啊。嗯，你吃菜吃菜啊！哎呀，我利用这点时间呢啊，嗯，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对这个项目的设想。嗯啊，咱们这个小区马路对面这个综合商厦呀，嗯，咱要是承包下来以后，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嗯，咱们应该建一个高端的商城。哦，哎，这个高端体现在哪儿呢？嗯，一定要体现在它的门脸上。哦，那就要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嗯，哎，这个商品也是，嗯，一定要全世界各种的名牌啊，嗯，咱得一应俱全的，嗯，啊，突出的一个字儿，那就是大次。你这个音高啊，真能说明这个价位不低啊。不过这普通的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吗？哎，啊，可以培养，啊，哎。慢慢的培养，它不就有了吗？哦，哎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是，这哪个菜的味儿？这是，辣的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这就这么高级的商务会谈，你在这吃大葱？大姐夫，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一个人蹲那吃大葱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给我一根。那我就不够了，你怎么这么抠呢？王总啊，接葱。哎，哎呀，啊啊啊，哎呀，哎呀妈，王总，你吃葱也喜欢哈呀？山东人哪有不吃葱的呀？你山东人呐？嗯，我也山东人啊。我祖籍山东的，俺们家闯关东过来的。哎呀，还见老乡，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王总，哎哎，王总，王总，其实我也爱吃葱，那一块儿呗。啊，来给我一根。我你再给我就听不够。你想想你家房子啊，接葱。哎呀。哈出来，啊，哦！让你哈，你哭啥呀你？没经验。哎呀，太刺激了！行了，王总，走吧，咱回桌上去吧。对对对，嗯，就在这儿，这儿离大将碗近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蹲这儿不舒服，你不懂。吃大葱的配套姿势就是蹲着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得蹲着，是得蹲着。我这儿跟我老乡聊聊，你把酒拿过来啊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没想到你也爱吃大葱吗？老杨，哎，
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啊，嗨，哪儿高就？我就这个小区物业高就。一直在物业干呢？对对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啊，我最早吧当兵，不是当兵，当兵，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当过兵啊。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90年的兵。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，还礼。哎呀，没想到，哎呀，战友，战友，战友，绝对战友。太巧了，没想到老乡，这战友，不是，您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，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。啊，民兵也是兵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乡，哎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们差不多啊。我是民兵，做鞭炮的。鞭炮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嘛。哎，这个，既然都当过兵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。哦，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动，按部队的规矩走。来呀，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，集合，向右看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饭前一支歌，团结一百张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，比铁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发展自己的爱国，这一切都是就是都得了，站在台上的这个叫是一阳光，发出万家光芒，老辈子干干干干。感觉了，痛快！王总啊，今天咱都痛快了。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儿了？必须谈，战友之间必须谈。谈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档次啊，咱是不是再琢磨琢磨呀？要我说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说什么呢你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。别，都是战友嘛，都有发言权。不是他。那我就说话了，说，你这个档次那么高，谁买？谁买呀？对不对？咱们这块啊，总共有3个比较大的社区，哦，都是工薪阶层。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，哦，所以我建议您在这儿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，买卖肯定好，是不是？咱这样。大到家具，小到挖耳勺，样样俱全。最重要的是，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，而且它还可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，既方便了大家，您还能赚到钱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，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。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。情感之中见神奇，这是买卖。小钱儿，哎。你的意见呢？我的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了，这个资我投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给我当顾问。哎妈呀，不行，我当啥顾问？我就是个物业。对，我大姐我都干不了。对，哎呀，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。那就算了，要不你直接当 CEO 吧。他那个什么了，我往哪塞呀？你不是这样，王总，你看啊，这 CEO 啊，还是让我妹夫当。哎，我给我妹夫啊当个顾问，这行不？行，只要你能去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别放心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咱现在就实地考察考察去。可以啊，走啊，这我熟，我带您去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小强，哎，给顾问拿包啊。他没包，我这我有包，我有包有包。哎。啊，这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小妹夫，妹夫，拿着，把它送垃圾桶去。啊，王总，行，好，走。我是 CEO， 你们见过 CEO 倒垃圾的呀？
我是 CEO。